接在浩儿体内，属于浩儿的东西，谁都别想占有。四哥，你自己看，石浩如今身体这般虚弱，如何滋养那至尊骨啊？宁可不要那至尊骨，也要将这母子二人斩杀，以正尊贵。二哥息怒，女儿还是个无知的孩子，这件事与他无关。女儿拥有上古圣人的潜质，将来必定傲视万族，怎么能将此事牵连到他的身上呢？嗯，石渊，莫不是因为石毅是你内脉，你想包庇？我向来以十族利益为重，绝不偏私。老祖，请您为我主持公道。浩儿他已无力承受接续至尊骨，斩十族至尊骨绝不能因此消逝。唉，暂且如此吧，十族自然会补偿浩儿。恭送老祖。老祖，这嘿，子灵一年浩儿出事了，速回长老。据看守的侍卫来报，侍女阿蛮和小少爷石浩突然不见了。集结全府侍卫，尽快找到他们，万不得已。是。嗯，去内院送。遵命。你们去西院找。快去。是。快，这边，那边上岗。你们都是坏人。没有，小少爷，我们不能留在这儿。至尊骨就用百根骨来还吧。徐子林，你已入魔。若非我儿讨公道也算入魔，今日就堕落成魔。
快！十四零，毒妇要用你处置，放过伊儿。娘，你是当娘的人，怎么可以如此狠毒？我们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吗？要怪，就怪你的残废儿子不该长得至尊骨。无情！至尊骨，紫菱，该收手了。老祖，你就这样主持公道吗？紫菱啊，或许你十年后接管始祖，这件事情可否就此打住？让你们把至尊骨还给我儿。大胆，忤逆犯上！老祖，你行事偏私，我今天就要讨个公道！执迷不悟，伊儿，我要借你之力镇压老司机。我现在要强行开启重瞳和至尊骨神威，要忍住。始祖老祖给的地图找到了我们师村，他们说师村才是真正的祖地，你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康复，而你阿爸阿妈担心行踪暴露，又返回了第二祖地。我要去第二祖地找阿爸阿妈。不行，第二祖地远在30万里之外，当年你阿爸阿妈历经艰险才得以纵横大荒，
你虽有天纵之姿，可从未独自远行，万万不可呀。苏长爷爷，这些年我每天每夜都在思念阿爸阿妈，刚才我又看到听到他们当年为我所做之事，我很心疼，我要亲口告诉他们，这些年来小不点过得很好。族长爷爷没有其他要求，但求你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带上他吧。这是什么宝物？数十年前这个夜晚，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留神和这块宝骨沐浴着雷海从天而降，和柳神一起落下来的。这究竟是什么？原始真解，皆是符文最本源的意义，对修炼有极大帮助。以你般邪境极致之姿，已可参悟。嗯，我会好好参悟修炼的。爷爷为你准备行李吧。他舍不得你，石浩，汝失去了至尊骨就不恨了，而今的石翼必然光彩惊世，笼罩无尽光环，常人难以仰望。不就是一块骨吗？至尊不是封的，也不是一块骨头就能决定的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闯出来的。汝能说出这番话，吾便告诉你一个秘密。秘密？可曾见草木枯萎，就繁荣？体内的至尊骨还有再生之力。